怎么突然又演变成要单挑了？哎，我的游侠呢？嘎啦嘎啦，嘎啦嘎啦！抓个手铐。的确是有料。他怎么没回我？真的屌，这个是真的强。运气蛮好的，因为这个图我没有记那个机器人的时间点，只能靠音响。我觉得这把影机有点塞。对啊，对面速度很快。我刚才还问他是不是原版的，我本来以为他不是原版的。那第一场高速跑很快，对面也是真的强，可是不知道是谁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职业的。只要你一声令下，鸟人帮就会帮我复仇，真的吗？那鸟人帮可以帮我打吗？你用内马查到对面是欧文，那很猛哎、欸。
哇，什么东西？没看懂。哇，真没看懂。哇，真没看懂。情况从复杂到难以理解。他撞到那个柱子，然后撞完之后被我推到飞上去，然后重新R掉，应该是这样。除此之外我看不懂，那我是不知道为什么要撞在那个柱子上面。但我第一圈也是被他残影飞掉啊，所以也还好吧。如果这个图单挑输掉，我就怀疑对面是不是蛇王。好的，又不是蛇王。我第二圈中后段其实有乱掉，我第二圈的前段还在求稳，然后到中段之后那个洞穴的那个第二飘拉晚了，然后外飘掉，就变成说出洞穴那个弯很难过，那边其实差点白给，还有那边有空回来，有人挑我强的图选啊，可是又不能选那个，不能选悬崖，我悬崖很强，可是悬崖不能选，因为我现在这个网路太累格，那残影太大，很容易被打飞，打飞就没了。气啊！这气量跑，一跑会出事。怎么在那边停啊？我要超保守的跑，放一下，不贴，完全不贴，绕最外，这不拖了，不拖了，点小飘，不拖了，不拖了，点小飘，点小飘。
哎、欸，这一场我得夸我自己啊，那个旧车旧的好啊，虽然没气了，但是有那个旧车旧的好、啊。没赢过是不是啊？还真的没赢过、啊。还有什么图啊？搞个城堡。刚才城堡输给他，血池一下。角度开始乱，我调一下节奏。好，节奏调回来了。哇，武器中，可以，厉害。我没被奶到哎、欸，感觉他也是紧张啊，应该很年轻。我先不讲话，要不然等下白给。他带那么快说，要不然他这把搞不好跑好一点五三出，他应该是紧张，要不然那边其实很难失误的，因为那我一直到进九道才切到第一个尾流，要拉近也是后面两个弯的事情。他很快，武器很快吗？单球武器很快啊，实战要跑武器很难。看看还有什么图可以跟他掰掰，这个好了，不知道他会不会跑这个，你单五八，他是因为没认真刷。哎呦，疯狂打嗝。气甩多一点，现在跟在他后面跑。跑得好僵硬啊！不过僵硬没关系啊，跑在前面就好了。我也觉得他状态下滑，紧张吧？可能。我看看我还有什么图可以选的。他，我觉得他跟我差不多吧，只是他紧张。我比较老油条啊，我可以慢慢跟他磨，跟他打，因为我观念比较好。可是如果纯实力，可能说实在话，现在空车我们两个差不了太多。杜拜，他好像都不会 pass 图，我是有挑着看的。喂。我是有挑着看的，这些图韩服大部分都会跑。反正他不会 pass 图是他谦虚啊，
这是美德。反正我不会跑，我一定 pass 啊。先跟着。那个身为老油条，就是要老奸巨猾一点。这个所谓兵不厌诈，哎，撞到！哦，跟好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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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守内线，我凉了。守得真死，可以玩好。我那个人行道左边撞到了，玩到那边被推着走。我那边如果骑甩的话，有可能会被他凹，所以我想说就直走吧。那边是还可以追，所以我觉得还好。主要是那个沙坑区我放掉太多了。他如果选那个童话的那个，我这个图实在是……好了，他刚才没 pass 嘛，我们也不 pass。不过我们要找个地方把它弄掉，因为这个图被他出去，我们追不到。他紧张啊，他输给到了，我没给到，干那边不能甩哦，会撞哦。哦，擦到了一下，哦，这么一个尾流直接跟进，压力又给上来了。为什么这样会跳起来？哇，现在崩完了完了，要被逆转，他嘻嘻哈哈，那也是没办法。豹哥现在系统是 Win7 还是 Win10 啊？看我 ID。他这个图很猛，他追两圈没追到，然后被那个追一圈没追到，被那个牛铲翻了。你单甩就好了，然后双甩很容易出事。跟进啊，不要吵，多留一点气，然后把气扭爆了。
哎、欸，他自己输了，他白给了。哇，没白给啊！哇，太屌了吧！是我白给啊？S， 人真好，人真好。他换个精灵什么的，我也可以跟他跑了。还真的精灵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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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应该是原版车，他应该就是原版车，他路线很好。先不跟你们讲话了，他速度很快，我要跑快一点。哇，上来了！他是鬼。这陀跑08哎、欸，哦，还好，这样不至于被翻。先赢了才能加加好友，你知道吗 ？Are you？Nervous， 我有拼错吗？哦 ，Nervous，Sorry， I make too many mistakes， 啊，失误太多了。Kenchana，Me too， 干这样的孩子只是普通玩家哦，太扯了吧，跑这么快。See you next time， is my dinner time。没有 CU 了，不会啦，我没开直播，我还是会找他跑。是遇过最强路人吗？
有一次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游侠九的时候啊，我有一次遇到最强路人，那时候也有跟他单挑，然后也是赢的。那游侠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，一样是韩服的最强路人，结果他妈的那一个人是奇诺，国服那个奇诺，你知道吗？他看我在直播故意来闹，你知道吗？开一个我不认识的韩服账号，跑来跟我一对一，你知道那很可怕吗？会不会这一个其实也是什么爆弹啊、困瓶什么之类的，还是什么夜影或者什么的？啊，影哥不会，他速度没那么快。开玩笑啦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没有，我喜欢跟人家一对一单挑，我觉得很好玩。可是怕的就是开节奏，开直播节奏就多。你看输了一堆人喷我菜，啊，赢了一堆人喷对面菜，这个对双方都不好啊。所以我比较喜欢没开播的时候就一一练，一单挑了。然后有开播也只是一一练习而已，就是输赢没差跑一整轮，这样比较不会有节奏。但是一其实还真的是蛮好玩的。好啦，那么小弟弟我呢要去出串串火锅了。好啦，大家拜拜。